Hello， 我今天想来拍一个整理衣柜的影片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，反正呢，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拍整理衣柜的影片。哦，我没有整理衣柜，我只想要把那个没有再穿的衣服丢掉，或者看谁要，或者回收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快点开始 ，OK。我有很多衣服，就是国中放到现在，就是国中屁还会买的那种，丢脸的。看一下，我还买这个山眼怪，没关系，这个我还可以穿，我就是我羞耻心还够，就是很可爱耶。你看这个，留着留着留着，快速看一下，快速看过。哦，我前面这边这一半布，哎，这前面，我前面这一半就是我最近常穿的，对，然后我最近穿的我就会放在第一件，就是代表说我最近已经穿过了，这样我就不会一直感觉好像重复拿同一件，因为我不会记得，不太记得我自己穿过什么衣服，对。这我新买的 Nerdy， 超好看。前面都我最近穿的，所以我当然不会丢吧，对吧？哦，这一件，这件是我高中的什么校庆纪念 T， 就全校只有一件那种，哦，丑到爆！可是它就是材质很舒服，就是很适合那种运动之类的，所以我可能在家运动，如果有在家运动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我就留着，但只是不肯穿外面，这太显眼了吧。来了，开始穿不下的了。这个什么维尼屁孩衣，然后Uniqlo 的，然后呢，完全穿，就是是穿得下来，只是会紧到爆炸，很丑，我完全不会穿。所以这个呢，看有没有人要，我朋友有没有要，但是应该没有，太白痴了，应该会不知道，回收，先丢在我床上。这个花衬衫哎，好喜欢哦！虽然不知道穿不穿得下，但我就是要留着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这个就是这什么鬼衣服？我从来没穿过，我好像国中国一吗？反正我国中就有，还是小学就有了，反正我就从来没穿过耶。然后也没有很好看啊，可是好像好像还可以耶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？好好给他一个机会。再来又来了，又来到屁孩衣了。Oh my god！ 怎么买那么多屁孩衣？好丢脸的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我在上海的 MMM 买的耶，超就是很赞哎。就有纪念价值，我留着。虽然我应该，我其实穿不太下，然后应该也不会再穿。啊，那我留着干嘛？不知道。哦，然后这个 Star Wars 的 Uniqlo， 我从来没穿过，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买。其实我根本没看过 Star Wars， 然后，我要留着，因为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可能就是看了电影之后就会穿了。哦，然后这一件 Roxy 的，这一件它袖子就是这样，哦，超显胖，我天啊！就胖子不太能穿，但是，我很喜欢这一件，怎么办？又要留着。哦，我家狗要出去。
一下，我现在只除掉一件哎，我现在就是哦，就是哦，其实我这一半这边有一半都是没在穿的，然后嗯，就是有点爆满，有点没地方放新衣服，然后哦，我狗要进来了，进来 ，B B。好，这件想要丢掉，这件是我七年级的班服吗？对对对，七年级国一的班服，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会穿，直接把它丢喽，不管，没地方放其他衣服了。哦，我的衣架其实蛮丑的。God, 这件又是什么屁孩的衣服啊，可是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留着我留着，我一定可以丢点什么，这个 Oh my god，等一下哦，我超喜欢这个，你看Cactus， 超可爱，留着留着。哦，虽然我好像现在穿不下，但是我一定会瘦下来。这件想丢了，这件，因为它怎么讲，这个圆领太宽了，然后就是整个这样子很胖，这样它会这样，反正就是这里都露出来就很胖，而且这个皮丑死了，我把它丢了，回收。这个 Mr. Potato Head， 想看。我现在年纪这样，我19岁，这样穿这个会太屁吗？好像还好哎，而且我真的蛮喜欢弹头，留着留着留着。白痴哦，那其实我根本没丢什么，我以为我会直接丢掉一半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可以丢了，这个可以丢了吧？这个，我的天哪，黄色多可爱颜色，太可爱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超喜欢这个女生的这个 Little Mine 吗？知道，超喜欢这个。Oh my god， 好可爱哦。可是我觉得我再也不会穿这一件，那个太可爱，黄色，我丢了。啊，小贝，我的狗在那。嗯。哦，然后这一件，我是迪士尼买的，我的天哪，有个红的，傻眼，有个丑的，但是。我好像有穿去迪士尼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已经穿过，就是蛮有意义的，已经穿过一遍了。所以呢，我这年纪应该也不会再穿这样吧，而且我去迪士尼也不会想再穿这样了。这一件呢，只好看有没有人要，或者是回收。哦，这一件我觉得超白痴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跟我同学一起买的，跟我朋友一起买，然后写恶女，我整个。我后来拿到之后，我整个不敢穿哎，什么 devil 恶女，而且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字体我不知道，搞不太清楚。但是，我完全不敢穿这一件，我天哪！可是怎么好像现在还穿得下？啊，不管我不要这一件了 ，OK。这一件我也不要喽，太丑了。Oh my god， 有个大辛普森，我的天哪，这是 H&M 的，然后好像在，不知道哪一国的 H&M， 从国外，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H&M， 然后就觉得，人家超好买，我就觉得超好买。等一下，我的狗一直在玩，刚刚那个声音就是我狗在玩 ，OK，Sorry，、okay? 然后这个我真的是，我以前很常穿，超可爱。但是现在完全没办法，对，所以我丢了。这是我九年级的班服，
他们现在我把它丢了。还有这个 Snoopy 的 ，Oh my god， 超屁，然后超小件，完全穿不下，丢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又有一个满满的，哦，小小便，哎，这超可爱，我想留这一件怎么办？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再穿了，但是我想留，但是我觉得我不可能再穿了，这太羞耻了吧。可爱哦！我去环球影城也绝对不会再穿这一件，我不穿了，我绝对不会再穿这个，它真可爱。你看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它超白，超多只，超多只 ，Oh my god， 丢了，看有没有人要，应该我朋友有要吗 ？I don't know， 应该没有吧。又来了，这一件就是跟那个辛普森那一件超像，就是蛮就是很大件，然后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就是我那时候对也是 H&M 买的，不过我觉得这大到有点羞耻 ，yes， 所以呢，我再也不会穿了，所以把它丢喽。哎，短袖差不多这样了，没有要丢的了，太少了吧？哎，其实也蛮多的。这看起来有六七件 ，OK。再来，我们再来进入我们的薄长袖吗？薄长袖。太近了，太近了。薄长袖，薄长袖，薄长袖这边。薄长袖的部分哦，跟大家介绍我最近新买的这一件 ，Oh my god， 超可爱！我在那个上北京买的 ，Oh my god， 它是大陆的牌子，可是它超好，超可爱。这个图，这个图，这个图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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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放弃，就是反正就是这样。很可爱，然后背面也超可爱，背面这样 ，Oh my god！ 然后它整个就是是什么颜色？有点米灰色，哦、超好看。基本上我这边我看一下，应该不会有想丢的吧？因为通常就是短，都是短袖比较很多屁的东西。哦，我狗一直烦我，它现在又要进来，它刚才出去，它上一秒才出去，它现在又要进来。OK， 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知道哎，因为冬天人都比较深色，深色的那种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很屁的东西。哦，哇哦，你看，整个紧到有点满，有点太满了。这一件我要丢了，可是怎么感觉？突然觉得有点好看，不丢了，不丢了。因为它的设计就是比较小朋友会穿，我觉得这个头带太可爱了，我把它丢了，我不会再穿了，太屁了。OK， 这一件。也是 H&M 这个，其实这个毛衣是怎么搭配啊？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是直接穿的吗？还是怎样？不太清楚毛衣怎么穿呢？没穿过毛衣，然后我就一直放在那边。哦，这超可爱，好白痴哦，跟超可爱。Oh my god， 就是很冬天的那种。哦，这一件我要丢了，后面就是真的很不常穿，就是可能高中从来没穿过那种。哦，这个。真的小朋友穿的啊，就是小时候买的。就是这几件是，就现在不是我的风格的。Oh my god， 这太屁了吧！我以前超喜欢的耶，丢喽。还有这件，这种就是很日系吗？对啊，这好日系哦。Oh my god， no no no， 我现在不是。不太日系，还好还好。然后这一件就是那种日系 ，Oh my god， 就是日系日牌。No no no， 我是 No no no。那这
个也是，而且这个其实我以前穿过超多次，像它现在已经起整毛球了，现在已经不是我的 style， 所以吧，回收或者是看有没有人要。哇塞，我以前在虾皮买了一个超虾球的东西耶 ！Oh my god， 你看这正面这是歌德字吗？歌德字体 ，Oh my god， 然后背面是全满的，哇塞，我买了之后。也没穿过，而且它材质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衣服的材质，就是怪怪的，就是蛮烂的、啊、哇，怎么买这种衣服啊，超白痴的，从来没穿过，但是我把它丢了。这个也是就是小时候的那种风格，对，小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买那种日系的那种百专柜的衣服，然后超贵，可是就是材质很好，然后也穿过超多次，小时候穿过很多次，所以我现在完全没有在穿，我现在已经整个不同风格 ，OK， 所以我也要把它放弃喽。我的狗又要出去了，希望它不要再去烦我 ，OK。这里就它下面还有件 ，OK。哦，这个也是好像以前你在虾皮买的吗？这个。就是这样，哦，我天，这样一横这样最怪，哇塞，超胖的，虽然很可爱，可是超胖，而且它这个，这是什么设计啊？这口袋，这口袋，哎呀，这样，这口袋好丑哦，这口袋好丑，我天啊，傻眼，我把它丢了，好像从来没穿过 ，Oh my god。大家买东西这样三思，不要像我一样，很多好像都没穿过。OK， 哦、oh ，然后我短袖的部分，长袖部分就这样。好像也丢了四五件。再来进入到我们最后面，有点挤。这边，这样看到吗？哦。我这是什么后长袖吗？后就那种帽T之类的。我看一下。一件跟这一件，这一件我要丢了。这件也是就那种这个色叫这个牌子叫4F， 就是小时候很喜欢的日系的牌子。然后这个设计也太丑吧？你看他们这样，这个红色，然后这配这怎么突然变一个绿色？这是什么？超不搭的啦！我的天哪，蓝色，我色盲吗？蓝色，超不搭的 ，Oh my god， 好羞耻，我把它丢了。这个就是也不是我很我的 style， 目前不是我的 style， 就是我都不会想再穿了，所以拜拜。那再来我要看到下面的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你们，好吗？在吗？对，这样子很难录哦。这边有那个我一些外套，对，我外套一定也蛮多要丢的。看一下。Oh my god， 这件超可爱，可是就是超羞耻，我觉得不再穿了。你看它这个恐龙 ，Oh my god， 它是拉链拉起来就是一个恐龙哎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它帽子还有小细节就是。帽子这边，你戴起来它就是一个恐龙的尖尖的，对，当然这也太羞耻了吧！而且这个颜色超亮，我绝对不再穿了，我可以丢掉。Oh my god！ 然后我以前买这个，一件就是哦 ，Oh my god！ 这衬衫怎么那么丑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国小吗？国中会买这一件 ？Oh my god！ 然后我就好像几乎也是从来没穿过的概念。超级丑，超难搭，我天啊，我自己觉得很丑，我看有没有人要 ，OK， 好，我这三件也想要就是放弃了，这个也是那种日系的牌子，这个也是刚刚同一个牌子，就是4F， 然后我以前真的很喜欢他们哎，就是在国中的时候，这三件都是同一个牌子，没有，不同牌子，可是都是日系的，然后真的喜欢呢，但是我现在也不肯穿啦，所以
这一个蓝色的，很可爱。嗯，看有没有人要，应该没有吧？我这个年纪，跟我相同年纪的朋友应该都太皮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是怎样？你要戴帽子起来 ？Oh my god， 好可爱！这是什么？什么生物 ？Oh my god， 然后这个就是粉粉，然后可爱可爱的哦。这是几岁穿的、啊？我天哪、啊！拜拜拜。然后这个也是哦，我之前也是超爱的这一件。Oh my god， 我的朋友如果就是国中就是我朋友的话，还是国小，一定会看超多次我穿这一件。Oh my god， 超爱这一件。拜喽，小粉。好 ，OK， 我差不多，我觉得这样穿就差不多了。其实我衣柜就是蛮小的啦，但是，就其实我衣服应该算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还想再买耶，所以我这就趁这次机会，然后就是，哦。把那些就是放弃掉 ，OK， 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空间买更多的衣服 ，Yeah。哦，然后我拿相机录给大家看 ，OK。介绍一下，这边就是我刚刚的短袖的部分，我已经就是整理完的状况，嗯，大概多出了一点点的空位，谢喽。然后这边，哎，然后下面就是。第一格我放就是内衣裤之类的，然后第二格我放，我放裤子，就是很长比较常穿裤子，然后下面穿放那个不常穿的裤子，然后中间就是我的薄长袖，对，还有一些空间，我刚刚丢掉一些，太棒了。然后第一格下面第一格我放。毛巾，欸，不对，帽子，然后一些就是那叫什么饰，欸，是有饰品吗？好像没有，就是帽子那一些的。然后中间我放毛巾，然后加热，欸，发热衣那种冬天穿的发热衣。然后下面我放泳衣，对。然后最旁边我的厚的衣服。在上面，哦，也是蛮没位置的耶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都已经，我刚刚好像哦丢两件而已嘛。然后下面就是我的外套区，哦，看起来有点乱。It's okay， 我都有挂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这边是我刚刚丢来床上的，就是我不要的衣服。没想到看起来蛮多的耶。傻眼，我等一下就会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人要，应该没有吧，然后我就回收吧。对 ，OK， 好，哎，今天影片就在这边，拜拜拜，我来整理衣服了。啊，也不用整理，就是把它丢在一个袋子里，然后回收之类的。然后接下来再买新的衣服，拜。